包，两包，好，哪里敢跑？远景一涌而上，将嫌犯团团包围，但他还想逃。趴下，趴下，快跑！可持嫌犯将人压制在地，暗夜警匪对峙，惊悚场面吓坏居民，拿出手机全都录。好像打保龄球那样，啪啪啪啪，整个机车就这样不得动，很可怕，我很怕。那个柱子冲断掉。原来二号晚间，远景巡经板桥四川路二段时，发现路旁轿车行迹可疑盘查，想不到驾驶立刻心虚驾车逃逸，不但钻入巷弄，甚至还一路蛇行，最后逃进死巷内，被远景挡住巷口包抄。嫌犯一时心慌，不但连撞13辆机车，甚至下车把毒品全丢进机车下方，想装没事，但早被眼尖远景全看见。毒品。散弹枪。监视人员到场一一清点起初的证物，发现男子车内宛如小型军火库。查获了改造手枪一把、散弹枪、子弹、枪支的改造工具一批、8包的海洛因。以及安非他命的大量毒品。45岁曾姓范闲，过去就有毒品、枪炮、公共危险前科，犯案罄竹难书。这次疑似正要前往不法交易，想不到因为车辆违停遭逮，人赃俱获，百口莫辩。记者谢宏儒、黄玉来新北市报道。